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们说，没办法，我如果不答应他，他就不爱我了。我为了要能够抓住这个男孩子，他跟我要，他说：“你如果爱我，你就跟我，你不要等什么结婚以后，就是现在。”他说：“我为了表示我对他的爱，所以我就献身了，我就给他。”我要告诉你，这是不对的。这会让你们之间，如果你真的爱这个男孩子，你希望跟他长长久久的走人生的路，你不要一开始就失去祝福了。所以持守属灵的原则，不是伤了你们的感情。有好多女孩子告诉我说，我没办法，我一直不答应他的话，他就生气了，他就不要我，他说我根本不爱他。不，你要告诉他说，我因为爱你，我想要跟你走长久的路，我不是只是跟你玩玩而已，我是真的想跟你一生牵手，所以我们必须走在祝福里，勇敢地说不。不只是勇敢的是说别人都不敢做，我敢做，这叫勇敢。今天更大一个勇敢是说，别人都说有什么没有什么关系的事，我可不可以为主坚持？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更大的目标，我要我的一生走在祝福里。